是，还行还行。上次也讲，只是肿而已，就是它长不高了。我每年我感觉都自己有穿那么一毫米。我那时候之前用卸妆膏是怎么用的？你想都不敢想。到有一次采访，别人问我问到这个，他们跟看傻子一样看我，有点害羞。哇塞！哎呀，这个思路很厉害。上会火就会火，会火的小伙伴你们好，我是彭畅。谢谢。这部沐浴之王其实以一个中国的沐浴文化为背景，中间我们有切入到兄弟情亲情这方面，对，讲家庭讲关系的这个。对，我衣服呢？感受过，我开机之前训练的时候就感受到了。之前我们大概也就是上大学的时候，集体澡堂，对，就这个。你上次澡堂是公共的？对啊。那你第一次进澡堂的时候，什么样的感受？有点害羞，有点害羞，第一次，对。那第二次就直接习以为常？也没有，那时候有点纠结，每天该什么时间段去洗澡，想人比较少一点嘛。对对对。又是一个对对怪，对对对对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啊，嗯，对对。作为电影中里面从公主到变成臭小屁，对这个人设怎么感觉？就是他前期他是一个不是特别讲人情味的一个人，到后面他感受到了家庭温暖，或做出的改变啊，性格上的改变，我觉得其实这个反差其实很大。对。有对这臭小文化有好奇，因为是东北。其实没特别了解，体验了那个师傅教我的时候，他先教我怎么做，然后我做的不对，他就让我趴上去，他给我搓一遍，让我感受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，很舒服，哇，我好爽这个。对，你知道有盐浴还有牛奶浴？我知道，还有红酒浴啊这些。没有。你反正体验一下吧。有，其实我不是不想体验，是因为我听过山哥一个故事，山哥说他有一天想去泡澡。结果旁边有人要拿手机偷拍的，对，对。如果你上回有个案例偷拍的话，你应该怎么去做？我觉得它是可以，除了就是享受到身体的舒适和放松之外，它还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搓澡一个人去很尴尬，你必须叫上朋友一起去，你们就可以在里聊天，聊天的时候就不会显得自己一个人很尴尬，所以在聊天的时候你们就有说不完的话，所以就会增进朋友之间的感情。嗯，那你平时自己洗澡会花多少时间？自己洗澡很快，非常快，有的时候收工我洗澡特别快。那么到底是多快？5分钟吧，5分钟之内。我先在外面打好那个卸妆油，妆油进去冲掉，妆油冲掉之后，然后我就洗头，然后再洗个奶，洗个卷脸，然后沐浴冲掉。卸妆油放盐都用乳化的，我知道啊。我当然知道，原来我不知道，我是有一年的采访才发现我一直用错了。我那时候之前用卸妆膏是怎么用的？你想都不敢想，我用卸妆膏是就跟洗面奶一样，要先打湿脸，然后再把卸妆膏抓了一块涂在脸，然后再去冲。后面我直到有一次采访，别人问我问到这个，我回答出来，他们跟看傻子一样看我，然后我才发现我错了。然后他们那次告诉我，应该是先是脸是干的，涂上去，让它在脸上乳化，然后再冲掉。这个叫做水分乳化仪。这先是涂脸，然后再加点水，它才是乳化。啊，是吗？然后还要再涂一遍卸妆油，是吗？对，先涂脸上。嗯。再加点水，再揉开。嗯。揉出白色的那种，然后再涂掉。嗯，差不多了，应该是对的。我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对的。你现在多久？快一个月吧。对，差不多。所以你的6种按摩技术。1、2、3，哎，这个手不行。1、2、3、4、5。对，这是最后的。你看过戏了吗？啊，对，你看。那我看那个别按摩。啊，对，那个练了很久，那个动作是练的最久的一个。对。我说说，还给其他人感受哈。魏雅姐。对，说他们还有给朋友展示过你的这个技术。很少，一般不爱用，一般不爱用，就这确实是没有，对，大家也不会教我去。但是像我的生活和何老师，哎，对对，何老师他们体验过。你看这不是挺多的吗？
你不说，说实话，我真的不会去算。我给圈里谁按过？正确的测导流程你知道怎么样？正确的测导流程，先搓脸，搓脸，然后再搓，先反正先正面，先把脸搓了，搓肩膀，然后搓完正面之后翻过身，先搓肩，再搓背，搓完胳膊，搓两肋，对。是吧？对，我是有练过的，我不是说我，对吧？我是真的练过的。不会，我觉得要很大一笔资金，我觉得对，嗯。假设已经有了很大一笔资金，你开着导航，然后你打算如何收费？嗯，假设我可有开着导航。现在北京四环国贸附近开了个导航。哇塞，怎么收费？我觉得门票要低一点，嗯，然后就反正就维持一下基本的开销，做到不亏钱，不亏钱，嗯，对，我当然希望这部电影上了大家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搓澡的技艺，但因为其实搓澡其实说实话相对于还是比较不是特别多吧，像东北当然很多，那确实是人多了。我也希望开个店，如果说的对。东北有导商的话，嗯，那你们家乡有什么家乡话？一点就到家的时候，家乡话都是不会说的。我真不会说家乡话，你来个重庆话一下。重庆话我会，我现在想起来好多，做犀牛。我说了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你说你给我这个。我做犀牛，之前有看陆哥、超哥、贺哥他们那个哈哈哈哈，就做犀牛，有回味一下，有想起来一些童年说过的话。贼姑你也不晓得什么意思。啊啊，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嗦粉，对，吃拌粉或者吃炒粉，一定要配一个瓦罐汤啊，不，炒粉。你为什么刚刚咽了一个口水？饿了，不可以哦。啊，对不起。粉丝经常指点你一个觉醒的偶像包袱，后面已经在怀念你的颜值了，你知道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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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大家最近知道的小新导演，啊啊啊啊啊啊！哼，怎么生气还是？你知道这个生气吗？哼，那个易小星的那个，我当然了，报告老板也看过，我基本上一期不落吧。报告老板，我们今天就有个客户要我们翻拍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觉得应该拍这个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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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从这个为切入点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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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改怎么改，对吧？最近听到别人跟你说最多的一句话，说最多的一句话是。好是更好的敌人，就是拍戏的时候，嗯，这条好，但是好是更好的敌人，再来一条。最令你崩溃的一瞬间是什么？最令我崩溃的一瞬间。得知后面还有十个采访。还好啊，我没啥，就是有的时候穿西装的时候，就板得很直，就后背很酸，我觉得这个还。正式啊，你刚刚还说要捡起偶像包袱，这怎么了？这正式不好吗？哼。30岁的时候最怕什么？最怕长不高了。对啊，我最怕长不高了。我每年我感觉都自己有穿那么一毫米，就它在不断的进步。但是到了30岁，我很怕它一毫米都不穿了。每天在长高。对啊，对啊，我每天都在长高，每天进步一点点。我不是梦想，我23还穿一穿呢，我现在才26，还能穿。再给你讲个最怕的数据，只有22天，我根本就浪费了。是什么呢？你看，记得上次你给白宇抽到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确实给他发了。没有给他发消息。这个精彩的环节来了。是吧？你被抢答了。哎，上次上个人是怎么打的？以前是这样的，白宇是这样的。那我这样吧，我先选个这个，因为确实拿这个不太好打。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。它是一个心理测试哦。好。第一个是。这个不太准。
应该找个，我原来在剧组的时候他们给我玩过一个更准的心理测试，我忘了是什么了，但是很准。2021，让我们继续互相伤害吧。